为了发掘客家优异歌唱人才，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1月21号要举办2020客家之星客家歌谣比赛。报名详情，民众可以上花莲县政府的网站，或者是花莲县客家事务处的网站来查询。凡是对客家文化、音乐有兴趣的民众，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2020客家之星客家歌谣比赛将在11月21号举行。不过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许多喜欢唱歌的乡亲频频询问花莲县客家事务处，今年的客家歌谣比赛活动是否会受影响？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竹表示，客家之星歌唱比赛提供了平常学习成果及互相观摩交流的平台，活动会持续办理。在今年在筹办的过程里面，也受到疫情的影响。那很多的乡亲都有一个不确定性，今年报办不办？好，那后来我们跟县长请示，县长呢特别指示，这是一整年，好，我们客家很多的社团一个展演的空间，所以呢，县长非常的支持，一定要来筹办这个客家之星的比赛，所以我们在中央补助一部分经费，然后大部分呢。都是由县政府来自筹的情形下，我们就来办理了这个活动。那今年会在花莲的演艺厅来主办。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我们花莲县爱好客语歌曲、客家歌曲的人一起来报名来参加这个比赛。客家事务处也邀请客家金曲歌手谢宇威担任嘉宾。谢宇威欢迎喜欢唱歌的朋友赶紧报名客家歌谣比赛。非常喜欢花莲的，人家说花莲的好山好水，土地会黏人家。然后花莲呢，就是花莲朋友都非常喜欢唱歌。那这边有一个讯息跟大家报告，就是在11月21号呢，上午8点到下午5点呢，在这个花莲呢客家文化会馆的这个演艺堂呢，有一个歌唱比赛。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报名参加。2020客家之星客家歌谣比赛报名详情，民众可以上花莲县政府的网站，或者是花莲县客家事务处的网站。对客家文化、音乐有兴趣的民众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。记者刘明胜，吉安商报道。